要开高兽诀的是吧？秋子，没啥意思，我非常抱歉，没啥意思，狗。秋子，连，哎呀，我连你妹，高低招架，操你个 DJ 吧，我你妹的哦。第一张图阵亡啊，第一张阵亡，来第二张。好像是个收字吗？是不是收字啊？是收吗？我操他妹的，收了吧，妈的，鸡是鸡吗？法术抵抗啊，我操啊。法术抵抗啊，这是，哇塞，还玩吗？十连个字他妹的，还玩是吧？还玩？咱们不玩这个了，真的，玩这个太亏了。咱们玩这个高档玩意啊，哎，咱们玩这个高档玩意，高档玩意是最不容易亏的。你看，你看啊，第一个，看见没有？吹心浪，死生机，600万回来了，是吧？600万回来了啊！来第二个。珍珠140280万，等于这波就亏100多万，对吧？我最喜欢玩这个高档玩意了，这个基本不亏是的。复活100，这已经赚500万了。再来一个高内丹，舍身机啊？怎么说？这个好吧？这他妈白嫖了800万啊！我就苟通，必须的。连续通要2年了吧，金丝复活，你看你看又赚了是不是啊？这波又100的，这波又赚700-800万，800啊，1650加个300啊，又赚850万，这个可以啊。680的这个没有珍珠，好吧，这波亏了个700-800万。珍珠又来个复活，120的，我操，这波又赚个850万，真他妈香啊！我操。